我諗住開實體店，我唔係諗住開一間，我諗住最少都開兩間，一間叫林作店，另外一間叫魚尾店。魚尾嗰間賺到幾多係分俾佢嘅，係嘛？因為我哋呢啲要養妻，分俾佢就唔係俾曬佢㗎，即係俾曬佢。咁投資即係幾多啫？貴啲即係都有個數㗎。即係幾位數？你預幾多位啊？過百萬一定要啦，過百萬一定一間過百萬，一間都要過百萬㗎啦。係啊，咁但係就係媽咪支持啦，呢個係咪啊？定係你？我想同大家講，我媽媽係我33歲人以嚟。今年是最支持我事業的一次，我不是講笑，我當年做大律師麻麻地覺得沒錢賺，我當年做保險我慢慢麻麻地覺得形象不好，但是我現在出來做自己生意，教人投資和投資股票和教人是做這些這樣的兑換店，是吧？這些我媽媽就好支持，因為終於去回她的這個所謂老本行，就是投資做生意，所以我和我媽媽的關係現在是何其地好啊，即係有可能咁搞落去咧，連呢、這個婆媳關係都有可能係有突破。